近一点，我们的时空旅行就快开始了。狡猾的不洁者海根在纳克萨马斯的厅堂中设下陷阱，毒害前来的冒险者。但是那些肮脏的手段奈何不了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小心注意脚步。我们再来一次，我们要重温哪段回忆啊？祝你下次冒险顺利。狡猾的不洁者海根在纳克萨马斯的厅堂中设下陷阱，毒害前来的冒险者。但是那些肮脏的手段奈何不了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小心注意脚步。战场的是我，不是你。这回可痛！你的生命即将终结。
狡猾的不洁者海根，在纳克萨马斯的厅堂中设下陷阱，毒害前来的冒险者。但是那些肮脏的手段奈何不了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小心注意脚步。时间的浪潮会粉碎你。你的生命即将终结。我们再来一次。我们要重温哪段回忆啊？狡猾的不洁者海根，在纳克萨马斯的厅堂中设下陷阱，毒害前来的冒险者。但是那些肮脏的手段奈何不了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小心注意脚步。掌控战场的是我，不是你。生命即将终结。
十字军举办过一场联赛，为了要寻找艾泽拉斯最强大的英雄，但是阿努巴拉克不请自来。十字军居然把竞技场盖在地下奈优王国的上方，果然招来了无尽的痛苦。这里将会是你们的坟墓。现在没有目标。起来，爪牙们，吞噬！真是只烦人的虫子。在北列境的冰冻荒原，银白联赛的勇士攻进了冰冠城塞。在消灭了无数的不死爪牙之后，我们的英雄准备对抗巫妖王之怒。我们再来一次，我们要重温哪段回忆啊？狡猾的不洁者海根在纳克萨马斯的厅堂中设下陷阱，毒害前来的冒险者，但是那些肮脏的手段奈何不了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总是小心注意脚步。
的生命即将终结。十字军举办过一场联赛，为了要寻找艾泽拉斯最强大的英雄，但是阿努巴拉克不请自来。十字军居然把竞技场盖在地下奈优王国的上方，果然招来了无尽的痛苦。这里将会是你们的坟墓。起来，赵衙门，吞噬！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虫子，在北列境的冰冻荒原，银白联赛的勇士攻进了冰冠城塞。在消灭了无数的不死爪牙之后，我们的英雄准备对抗巫妖王之怒。
心深处开始冻结起来，直到你只剩下一个冰冷的躯壳。人那里发生的事，但是我想破例一次应该没关系吧。哦，真的好喜欢穿越时间之道，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的回忆。